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已经借着水和圣神在基督内重生，成为基督和他世纪子民中的一份子。现在你们还要领受圣神的印记，这降临在我们中间的圣神，曾在五旬节那天由救主派遣降临在使徒们身上。以后使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又将圣神赐给领洗的人，所以你们也要同样地领受圣神的德能，使你们更相似基督，并以主的苦难，并为主的苦难和复活做见证，在信德和爱德中积极地建筑基督的奥体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请向全能天主圣父祈祷，求主将他圣神的德能请住在这几位即将领受见证圣事的教友们身上，愿圣神以他丰富的恩宠坚强他们，并借着父由祝圣他们，使他们像是天主子耶稣基督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，你以水及圣神使这几位仆人摆脱罪恶的束缚，重获新生，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，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，超见和刚毅之神，明达孝爱以及敬畏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十七里亚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小德兰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嘉玲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加大利娜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祝你平安。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请带不带不报表上。玛利亚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小德兰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本笃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安东尼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伊纳爵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。罗莎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祝你平安。